我们也是写很快呀、啊。哦，草字头，草字头还离蛮远的。立明，立明不在场吗？有没有看到我刚刚有个转，那个笔急的再过去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有。那行书的笔调哈。盖，左点右点吼，还离蛮多的，有没有？哈，好，但是呢，那个三个横画哈，距离很靠近。它短短的，对不对？我这是空隙蛮大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从上面，我把它贴住了，对不对？人家没有贴住，所以你也不要贴住。好、哦，我做的不好，把它贴住了。好、哦，但不太影响，有没有发现？好、哦，小地方，好、哦，对。这个香，这个也是颠覆我们的平常的想象。它那个右边那个木啊，根本就没有脚，哦。但是左边那个木头的木，你看它线条多硬挺。你看到、哦、它不粗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人以为哈，因为它线条粗粗的，所以我把墨弄多一点，压下去就很大啊。有时候墨多一点，让它泡泡的泡出来，那个不会好看了哈，一定不可以这样。好，好，上去，提贴。那最后一笔还跑到外面来了。